大家好，我是麻之族六号的陈冠荣，大家可以叫阿冠。然后我饰演的是妇女薪资基金会的范云董事长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麻之族十二号黄国瑞，我饰演的是受害者陈姓男子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法制组五号的黄玉雅，我饰演的是帅气国民小学的陈在天陈老师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十一号林世清，那本来是要竞选立法委员，但没选上，变成律师了，我坚决反对陆配，谢谢。